没蓝头小法西，笑死我了！没有，我输了。看到没？看到没？看到没？一会儿史三林，一会儿李元昊，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康快来康！待会儿还可能有个小阿康，快让康过来。九折。这是什么？常规赛怎么不努力直播？哎，完了，他一又好了，哎，不然他一好了，不然这波至少能把他换掉。哎呦，抓到一个落单的小东西。小扯，鸭子这波不知道咱啊，我让我打野把我的兵给我留下。对，又在卡线，我有好狠。我操，这也控太久了吧。但是我说实话，感觉刘正该用技能也还好吧，打一个人用了技能，他就不能 WQ 了，单独的 WQ 就是把人救的。我操，妈两件套打不赢他，不妙。小胚子，太好磕，真下头。本来还行，后期大 EQ 基本下次快死了。哦呦，还挺帅，小东西进场。哇塞，这派克不会要五杀了吧？斩，几杀？三个人中间把我杀了，没人守家，全去上面支援，我继续。哎呦，别急，等卡莎费。哎，虚弱，你除了虚弱还会干嘛？天天虚弱别人，搞什么？别急，等下一波闪现好。哎呦。李哥拼了一下他的法强，1476，好高，炫耀一下。我拼一下我的384，让他有一下满足感。我好少。哦呦，想闪现 Q 把别人秒了。
别叫别叫，哎，这波好像不一定打得过。要一波了呢，哎呦，这阿卡丽能不能给力点守一波？直接砸过去了吗？哎，你这样我很那个呀。我靠，有闪有大就这样结束了。哎，早知道我不去帮他们顺中路线了，早知道不去顺中路线，不顺中路线我还能玩一波，我会去买个帽子有闪现出来玩一波。哎呀。